你这个东西呀，有点邪乎。你要是处理不周全的话，哎呦，就麻烦了。那VIP 全套餐八折。像模像样了呢。该切的都已经切掉了。大元去哪儿了？大元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给师兄多准备点东西，让师兄好好上路。快来帮忙。哇，好多东西啊。哦，大元，你这都太屌了，这是你第几次干这事儿了？呦呦呦呦，还有这个。话说大元，你是不是躲在被窝里偷偷？哪有，小彬彬，别玩了，快帮忙布置。好，汪汪。师兄，一路好走，别再回来找我了。一路好走。好走，汪。这也算是风光大葬了。哇，大家都来了，比上课人还齐，欢迎欢迎。我们听说师兄他……师兄，我去，又是这个死娘炮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耶，哭起来看着更娘了。大家都来啦，那我们就赶紧进行仪式吧，完事后我们吃萝卜火锅。各
位同学，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师兄的不幸离世，并向他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。师兄怎么就死了呢？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这里，别说想家的，与我们共同分担这份就是啊，别不管分外，一会儿再说。让我们集体为师兄默哀三分钟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回来了！我你呀，师兄无法救舅了，一会儿要被三兵包围了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聚餐一个萝卜不够分呐，咋办呢？嗯。师兄，从你瞥我的第一眼起，我才发现走开，为你宽衣暖床生猴子才是我生命的意义，而现在你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了，把我独自一个人孤零零的抛弃在这个没有春天的世界里，你好残忍。我去，真是死娘炮，死了爹也没见哭这么惨。你想死了？师兄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！回来助他，他要抢师兄的遗体。你想啥？小泽，小泽你怎么了？小泽，喂喂，我女朋友好像不舒服，快来帮帮我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这个充气娃娃耐子好大哟，第一次见呢。刘琦，快耍给我们看看。淘气。这肤色，你好这口呀？什么？本来很白啊，换换口味嘛。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琪琪给你争夺一下。咦，你好媳妇呀？真的吗？真的，触感好好啊。有没有用过啊？我每次都有洗的。啊！别碰那儿。干嘛？好吵，我该睡觉了，小点声。我们第一季到现在为止就结束了。其实在这十二集之外，主创团队最开始还做了两集，他们做得太差了，没脸放出来。哎哎哎，仙女，所以师兄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秘密。切，那有两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少来，一次是你日门，另一次是你摔了个狗吃屎，简直二到爆。哎呀，那还是不要放出来了吧，太羞耻了。哎呀，那有什么，放出来放出来，咱们制作团队活越来越好了，时间也越来越长了。对对对，放出来放出来，汪汪汪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还是听听观众的意见吧。如果大家想看，请留言或者发弹幕，或许下周三我们又见喽。下周三还见不见啊？冬天的阳光照地板，杯里的热水冒白烟，我发的消息你不回，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没梳的头发有点乱，屋檐上麻雀在逃难，嗓子的疼痛有点重，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。